大家對於古蹟的認識是即係越嚟越多啦。咁但係多極咧，就都唔夠佢啲拆樓拆得快啦。其實呢個興趣咯，咁我比較中意畫一啲香港嘅古蹟啦，啲唐樓啊、廟啊、學校啊，甚至啲舊嘅醫院啊咁樣樣咯。之前都好想學啦，但係工作好忙，冇學過。咁2003年開始買啲書翻去學畫畫啦，先學畫造型啦。咁所以開頭都係畫素描啊多。其實細個都會有學畫畫嘅，因為中一至中三都有美術堂，但係嗰時美術堂就我就唔係好認真咯。其實大家對於古蹟嘅認識係即係越嚟越多啦，咁但係多極咧就都唔夠佢啲拆樓拆得快啦，因為同一時間嗰個地產又好似好興旺咁樣樣，咁好似啲嘢亦都消失得越嚟越快咯。其實都有啲後悔啊，因為即係以前咧有特別有多舊建築，咁好靚嘅，咁好多都而家就拆曬啦，而家都揾翻啦。咁所以如果嗰陣時有學過咧，就而家可以個藏品就可以豐富啲咯。